My pinky ring, extra large. 等一下，停！完了，快完了！哎呀，快完了！我都说停的时候一定要去操他妈！What's up? It's your boy A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 boy A 卡。我最近发现我在美国的生活真的是挺无聊的，不是网上抢鞋，就是网上抢一些 Supreme， 要么就是去打打球啊，晚上的朋友去一下酒吧去尬一下舞，真的是太枯燥了。因此，我最近在日本的成人网站买了一本日本的成人杂志。那这大家可能会想到苍井空、小泽玛利亚、松岛枫、龙泽罗拉等等。 B 站怎么会让我选择通过这种视频呢？这种日本成人杂志 AV 女优的事情还是留给大家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记得锁门呢。要是大家有女朋友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别说你没有啊。好了，不玩了，这里都没有 punchline。 punchline 是什么？Punchline 大概就是现在的胸版特硬，我只想掀起场武汉 hiphop 的新的革命。因为我现在的胸版特硬，或者是说了那么多，好像说的那么爽，结果节奏没一个点能够卡得上，动不动一跑到这里触发我的感情，不好意思，导演给我按个暂停。这一句的新说唱我觉得比以往都要更精彩，我觉得我很喜欢看 freestyle， 这一点真的很不错，特别是爆音。其实我今天这个呢确实是一本杂志，来源于我最喜爱的日本街头潮牌 A Baby A Babe。 虽然没有 punchline， 但是今天我推荐的这个东西这是非常值得一些喜欢 Babe 的朋友去购买的，因为它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。其实 Babe 的这个杂志英文叫做 Babe Month， 它每一次推出都会送一些相关的礼品给粉丝，钱包啊、挎包啊，甚至是双肩带的背包，$36加上运费$46，在日本遥遥的给我寄过来，花费等待了足足两个星期我才收到这个东西。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开箱一下这个杂志，还有它这个杂志里面的这个包到底好不好看，累不累？累不累？日本的 EMS 快递包，我觉得包装还是挺精美的，太爽了吧！拆的话，啊，还给我放了这个泡泡纸，哦，外面一层，里面一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封面，经典的 BAP 大猩猩圆圆，2019 Summer 春周平 in Babe Land。很赞啊，这个杂志真的值得收藏。后面有 Go APE 满足期待这个礼品。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操作的，尼玛，原来是夹杂的这么个一个东西，像一本书一样啊。这个东西会不会让我惊喜或者失望？一层又一层的，好像拆礼物一样，好像解开少女的胸罩一样。哦，这个尼龙包，哇塞，包，呜，和我这个手拿包差不多吧，是那种帆布，挺大的。里面有个隔层，可以放下手机。哇，这个包可以放下很多东西了。我放下一双鞋，再放下另外一双 AJ， 还可以把我的笔记本塞进去 ，iPad 塞进去。
迷彩元素布满整个包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搭配的一个点睛之笔，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，买一本杂志就送这个包。也是杂志呢，我在封面这里就看到了，它就本质特质就是这个包是为这一期的杂志而送的。这个里面的内容呢，就是基本上是这一季度的 Babe 的最新的产品行录。哇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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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就有这个包的讲解，甚至还有女装的 Babe 的介绍。哦 ，Babe Girl， 哎，我喜欢这个 Babe Girl。还有啊，这原价$99，那其实我是花了80多，一共。L 码的，对，特别是 Babe 的 T 恤，是不是夏天呢？我都是喜欢比较 oversize 一点的，因为我觉得 Babe 的版型它 oversize 起来很有那个范，很有那个。我个人还是一个比较 oversize 的 boy， 我喜欢 hip hop， 我喜欢 punchline。我看一下这个 T， 它里面还有一个小纸，用来保护这个后背的这个图案。这一件呢，就是经典的 Babe Head 大圆人头 logo T 了。这衣服为什么我会买呢？因为我看中的是它后面这里，哒哒，这个 Babe 人头的这个倒影。这衣服的这个设计呢，就是我最想要的，因为这个东西你穿出去就是前面有这个大 logo， 后面还有这个 Babe 的倒影，在后面也可以看到，哎，怎么有个这么可爱的东西在后面？原来看一下前面。是个 Babe 的大头，不行啊，他。It's all right, man. It's all right. Hey, man. I'm not arguing. $1. $1 for Hypebeast item. $1 for. Yeah, I got one. You know what? What? Supreme Box logo sticker. Andy， 你今天要来干嘛？在这里换马或者外鞋。你要换什么鞋？黑天使。你的码数不合适。七码两双不合适，换139。OK。我们现在在 Orange New York City。我知道这件有很多复古的 T 恤卖的，我一直很喜欢 Vintage 的 T， 我现在来看一下。Not bad, man. Good job. Good job. You real? Yup. All authentic.神奇的快点，见证奇迹的时候了。你要抽哪一双？倒钩，倒钩。好，五块换倒钩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放。谁进去？完了，快完了！哎呀，快完了！我都说停的时候一定要进去。操他妈！I gotta go to Supreme to get there, right?Yeah, kick flick, kick flick. Almost, kick flick. Oh, oh. 又踩我椰子！哦，踩你踩我椰子！哦，你踩我椰子，你要死啊你！给大家看这个最坑钱的机器，倒钩不是我的。哎，看一下他的鞋都穿破了，这才是属于他自己独有的 Vans。Oh, wait.Kick flick, kick flick. 如果就拍这片都知道，我一直很喜欢 Vintage Metallica 摇滚 T， 这个在这里就有。性价比还不错哎，但是看一下价格，
399。哇靠！你们说 Supreme 贵，你们还不知道真正的玩家在这里。The real player。现拉一件就，这些应该都是二手的，但是价格真的是，哎，这个还不错。45。哎，这不错、啊。这个还可以接受，不过没有刚刚那个好看。对啊，我们走的。前后有 logo， 这个好像太大了，这个确实有包。这件很吗？这个60刀。啊。啊，这个鞋是新开的，是要150。Don't try too hard。哇，这算芝加哥？外面很屌哎、欸！这多少钱的件啊？250，什么码的？还可以，还不贵啊。这个是 M 码的，我穿不了。你可以穿，但是大夏天穿这衣服，除非你是 PG One 或者小白，夏天穿毛衣。Not joking. No kidding. Are you YouTuber? I'm a YouTuber though. Yeah. iPad. I thought you guys had. That's ironic, man. Vintage 的。这个就是 Mitchell and Ness 的 NBA 复古牛，就是那件勒，就那件勒布朗穿那件要500-600的那件。我这条也是这个牌子，是这条是 Lakers 的金子黄。记不记得勒布朗上次去年夏天穿那件，国内炒到超高的那件，也是这个牌的。那个是 Dunk。哦，不是这牌吗？就和我这个颜色就差不多，同一个。挺好看的。这个太阳，你们看一下上面。太阳这是 Spinach 穿的这件 Allen Iverson 穿出去挺好看的，夏天。看一下价格呢，100，不贵。我就踩你，踩把你逼，全白的，全白的。哦，我的妈啊！真的？你试驾无所谓。妈，你他妈今天踩我几百回的，老子他妈都心都碎了。你的视频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这一边的视频，或者是这一边的视频，并且评论点赞。